加强交流合作，实现融合发展，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和共同利益。疫情发生以来，祖国大陆各地区各部门关心保障台胞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。近几个月来，两岸交流活动接连不断，台湾各界同胞冲破阻挠，以多种形式踊跃参与，事实充分证明，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愿望压制不住，两岸同胞交流合作的势头无法阻挡。